每天都要做300下浮力挺身。他神经病哦！超重的、欸！十、十一，最后一个推到底。来。哦，我要回家了。我回去，轻松的第一组结束。你们怎么会这样训练啊？我的强度很强耶！不是啊，听说你以前的练法很特别，都怎么？以前是怎么练？还没健身之前，每天都要做300下浮力挺身。他神经病哦！连续做6年。嗯，那时候有照片吗？有壮吗？就应该比现在。小只很多啦，想看照片吗？嗯，就是以前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你看做浮力挺身的时候啊，所以说胸都会比较大。这个时候大概20，通常我是会两个动作做热身，然后做俯卧撑。再一个，再一个 ，OK。OK， 好累了，撑起来了，撑起来了，撑起来了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下去做胸推。好厉害的选手的标准，动作都好标准。这个大概几个 set， 一路到最重才开始正式组，现在还在暖身，还在暖身。所以大概前几组呢？大概会前面大概会有4组，4到5组暖身，一路推到最重。那推这是在最重是一组，对，就是总共大概是6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正式组会有4组，不是，那你这样子，你训练是不是要5个小时啊？2个小时吧，太久了啦！一、二、三个 ，OK。我去，轻松，舒服。这真的很大词哎。来吧，40，轻松，轻松个屁呀、啊！我又不是能真人呢、欸。上起来，超重的、欸，OK， 接。卡梅利，不行，来，来一个 ，OK， 切 ，OK， 好，啊，美丽，啊，好，第二个操作，好，第二个小动作，换20，十，11，最后一个推到底，来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去，轻松的第一组结束。开心！你们怎么会这样训练啊？我的强度很强耶！不是啊，好 ，nice， 这个退 ，OK，nice， 轻松快乐。那我觉得他们脑袋有点怪怪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个人。
我会受伤哎。像你们在，因为那个每个人训练的方式不一样，有些人是比如说比较重的，然后是八下三组，有些就是两组而已哦。但是像大美呢，就是比如说细节厉害的选手，好像是都是这样练的。好，我放弃，我退出演艺圈啊，不是演艺圈了，退出健身界。陈馆长哎，没关系，明年再说了，没有了。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吧。上斜杠铃卧推。等一下，我说真的是推到吐，真的是推到吐哎、欸！快速的来，一、二、三，高一点啊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、十、十一，最后一个，出 ，OK， 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鸡啊 ！OK， nice、嗯。来吧，下一个动作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动作就原地卧推。什么？卧推？好，就卧推吧，来吧。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强哎、欸，因为每次就是他在现场是笑笑的，可爱可爱的。我现在是笑笑的、啊。对了，他是笑笑没笑的恶魔。对，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啊，是，再来，再一个 ，OK， 进 ，OK， 回收，你啊，我操，啊啊，快的，啊，真的，啊，有没有觉得很舒服？不，很不舒服，舒服 ，My God。刚刚听错了吗？你什么一天两练二练？对呀，每天二练。对呀，我刚不是说把重训当有氧在烧？我是认真的。他那个眼神是快乐的。好，挤出乳沟。都在三个，一、二，最后一个，三 ，OK。